家中道思想为中心，道家哲学思想为大用，佛家慈悲喜舍为内心修持，以静顿歌诀为指导原则，透过老祖宗的智慧体验，流传给后代子孙的传统中国华文化艺术，不求表演手法的胜负或比赛技法的输赢。道家传统太极拳是体用兼备的文人拳，也是智慧拳，具有六大特点。第一点，美人手为本门最大特色，腕关舒开，行气顺畅，是全身松开的第一关。第二点，不动手，手不主动，每一动均需由下而上，由内而外，完整一气指挥带动。第三点，下指挥上，涌泉贴地，处处落水，任何做动作皆需由涌泉先动，由下往上带动。第四点，内指挥外，任何一动都需由内气带动形体，真正做到以心行气，以气运身。第五点，平整匀均匀，保持中地平正，不高低起伏，全身完整对称，轻灵持稳，步不快不慢。第六点，虚实分清，脚分虚实，中地有根，练拳潇洒飘逸，推手走化灵活，八劲完整贯串。道家传统在太极拳，上课时间在每周一晚上的7点到9点，上课地点是在云林里集会所，也就是桃园市建成街88号后站附近。上课的内容包含了太极拳基础内功，吴国忠老师所编织太极运动13式，内涵手丹、仰丹、雄筋、鸟身、靠山功等之基础功。道家传统太极拳五绝老人郑曼青先生晚年所授之拳架。Thank you.
看到，真的好棒啊！